非常就不可吗？哦，当然不是啦齁，要不然男生怎么治疗齁，男生当然这种药都不能用齁，所以男生的皮肤真的没有办法又明明北泡泡啦，只能干干净净而已啦齁。那为什么我啦齁，我偏爱这个药的原因就是，要不然你很难去解释齁，为什么有的女生很漂亮。就我们看到一些女生哦，你看她行为上也是随随便便啊，浓妆艳抹啊，长发披肩啊，然后也不睡觉啊，吃东西也随便啊，乱搞乱搞，她皮肤也是很好，有这种女生啊，看着就讨厌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要不然你很难去解释为什么脖子哈、哦，在那个喉骨以下那个叫脖子哦，脖子的皮肤跟脸就是不一样，难道脖子比较干净吗？好、哦，为什么手掌就不会长痘痘？哦，摸钱擦屁股数钞票够脏了吧？他也没有长过啊。好、哦，那很多人说我长痘是因为有毒啦、啊，那怎么那么奇怪呢？脖子没有毒，脸有毒嘞。哦，那要不然你怎么去解释幼稚园的小朋友不会长嘞？你看，像我儿子8岁吃，就每天混啊玩啊，脏的要死，他没长过痘痘啊，皮肤好的要命啊。哦，他也是个大过敏的，但他皮肤也是没有长痘痘啊。哦、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说，皮肤的问题哦。你要承认它是一个性荷尔蒙的瑕疵啦，要不然你真的没有办法解释男女不一样，幼稚园小朋友都不会长，有的人乱搞皮肤也很好，那脖子跟脸就是不一样，男女不一样，幼稚园小朋友不会长，这样懂吗？我们要承认说脸齁，尤其是脸部的皮肤跟前胸跟后肩胛骨上面的皮肤齁，它不是个单纯的皮肤啦，它跟性荷尔蒙是有关联的。那我们以前对性荷尔蒙的要求很低啦，然后就有月经啦，会生病啦，这样就好了。事实上，性荷尔蒙影响到皮肤的好坏啊，身材的好坏，都甚至脾气的好坏，都跟这个有关系哦。那性荷尔蒙的治疗到底是安不安全？我上个讲过了嘛，就性荷尔蒙治疗其实它是一种假孕呢、啊。所以很多人说吃条孕以后会不孕，那这个问题就更简单回答啦，就好像这个人怀了很多次孕，所以他不孕，这没有道理的哦。不孕的原因大部分是输卵管堵塞啦，或者怎么样，有很多原因，跟条件的关系很少啦，齁、哦、几乎没有啦，齁、哦、不能说因为她怀了很多孕所以她不孕，这个逻辑上讲不过去啦，齁、哦、那会不会得癌症，这更好笑啦齁、哦、就条件本身它是一种微量荷尔蒙齁、哦、在抑制月经前那个荷尔蒙，好，那癌症有大概跟妇产科有关系，跟性荷尔蒙有关的癌症大概有4个嘛，好，子宫颈癌齁，那现在知道这是跟感染有关系，所以有疫苗，卵巢癌，好，条件不但不会得癌症，还预防卵巢癌，好，因为它会预防卵巢不断的排卵，子宫内膜癌，因为条件会降低月经的量，所以不叫不会得子宫内膜癌，所以四个还有乳癌，好，乳癌这四个癌症，条件跟乳癌的关系比较奥秘啦齁。就是说统计上有在吃性荷尔蒙补充疗法的女人，也不是这种哦，就性荷尔蒙补充疗法，就是60几岁的美国女人63岁，她们有在吃补充荷尔蒙的人，她们得乳癌的机会的确比没有吃人大了 24%。 所以很多人怀疑说这种东西跟乳癌有没有关系，这个就有一点像说是、哦、你已经不能怀孕的人，但是你硬要她怀孕会没有副作用了。所以我们诊所是这样子哦，如果你超过怀孕期，你不可以怀孕的，譬如你45岁了，那就不应该吃这一类的药、哦、我的观念是这样，因为你已经不能怀孕了，你要自然老化，所以不要把条件片这种药拿去当延缓老化的药、哦、这是我不赞成的、哦、因为不正常的 怀孕就是说50-60岁人还有高荷尔蒙或者是更年期延后的病人，他乳癌的机会真的是比较大，所以我们本诊所的病人，我们这个条件片都在很年轻的女生吃，都30几岁或者40出头的人吃，我们很少给50-60岁的女人吃这种药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我再讲一遍，它不会造成不孕啊，不会造成奇奇怪怪的问题，它最大的副作用就是血栓啊，这个永远要记得齁。条件片毕竟它是跟荷尔蒙有关系，那性荷尔蒙跟女人的血栓有关系，所以我们说好发于白种、哦、抽烟胖胖的人白种人比较多，抽烟的比较多，胖子比较多，10万个会有一个产生血栓的可能，那这机会不大呢、哦、像避孕药大概10000个一个，那怀孕大概5000个一个，所以这个事实上很少，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、哦、因为我看过一个啦、哦、我再讲一遍，条件片它最大副作用就是血栓，好发于白种抽烟肥胖的女人，它的症状是手脚冰冷，很多女人天生手脚冰冷那不算咯，手脚冰冷疼痛难挨、哦、肿胀、哦、呼吸困难，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就马上到急诊去告诉医生说你有可能得血栓，那就要肚皮会打一针，就没有问题了，就怕的是你不知道还以为是闹丢啦乱搞这样子、哦、条件最大的危险就是血栓，这个机会不大，但是要 keep in mind 要 always
keep in mind， 要牢牢记住，就有点像过马路啦，医生跟你说过马路要小心啦，小心车祸啦，你说乱讲，我已经过了20年的马路呢，还是应该要小心车祸。好，不代表你常常过马路就不会车祸，但最危险的还是刚开始的时候，然后那不代表你吃了很久，不代表你就是没有血栓的可能，那这是女人的宿命，然后再尽量的小心。好，但是希望大家记得，不是光有条形片才是治疗粉刺痘痘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其他方法也可以，但这个理论上是最好的治疗，最完整的治疗啦。好，那的风险就是血栓、好发于白种、抽烟、胖胖的女生，好不好？好。年纪太大就不应该吃，好，年纪太大就是50-60岁的人大概是不应该吃了，好。